大同。古时有云中、云中郡之称。华严寺内，释迦牟尼淡然凝眸，历经万千劫难，却依旧平静祥和。始建于辽道宗时期的华严寺，是当时佛教华严宗最重要的寺庙之一，曾因寺内奉安朱棣石像、铜像，而具有了辽国皇室祖庙的性质。与绝大多数建筑在平原上的中国寺庙不同，东方升起的第一缕阳光总能最先落在这座宏丽雄伟的华严寺的台阶上。契丹族崇拜太阳，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拥有的草原、牛羊、树木和江河，一切都是太阳给予的。他们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朝拜太阳，以至于连他们自己的门窗也必须朝东开。这些从东部草原迁徙到西京的游牧民族，依然用坐西朝东的特殊布局，表现出对远方故乡的深切思念。旭日东升，佛法西来。巍峨的华严寺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海内孤品。他珍惜罕见的雕刻艺术，珍贵的清代壁画层出不穷，更因拥有一尊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辽代泥塑造像而名播天下。这尊宛如虔诚信女的菩萨在一旁端坐，听到佛祖传唤，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却又怕喜形于色令佛祖怪罪，于是把头低下，转向一旁。他的双手还保持着祷念时的姿势，身体前倾，重心落于右腿，正准备向佛祖走去。他哪里想到，这一瞬间的景象早已被雕像家抓了去，永久地保留在了这里。云州宝刹城南篇，创建始自贞观前。我国规模最大的辽金寺庙始建于唐代的善化寺，坐落于大同城南门里西侧，初称开元寺，后毁于战火，金代重建，并留下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祭碑。由南宋朱辩所书的这座石碑，通高 4.58 米，厚重挺拔，碑文为颜体，方润规整，刀工刚健遒劲，
诸辩碑共925字，文采飞扬，详尽记录了善化寺在金代重修的全部经过，描述了当时女真人统治下大同地区佛教的兴盛，也记述了一名普通使臣对南北和平的期盼。善化寺的主殿大雄宝殿也是寺内最大的殿堂，殿前有宽阔的月台，殿顶梁架构造雄伟，殿内斗拱形制多样，是一处体现民族传统特色的木构建筑。殿内正中有五尊金身如来佛像，人称五方佛，是金代原作。在五方佛的东西两侧砖上，24诸天塑像分列两旁，金代的工匠们把生活的每一个生动瞬间都凝固在了佛殿的雕塑上，把尘世的喜怒哀乐也带到了佛陀仙界。如果说华严寺、善化寺中的雕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芸芸众生对宗教的虔诚，让人叹服塞上佛都的风采，那么深藏于地下的煤矿则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弥足珍贵的支撑。在沧海桑田中形成的大同煤田，含煤面积926平方公里，探测总储量718亿吨。大同煤田有两个煤系，侏罗纪煤系和石炭二叠纪煤系，可采煤层18层，相当于七八层楼的高度。侏罗纪煤是最好的动力用煤和化工原料煤，被称为工业精粉和世界动力煤细粮。佛和煤是大同这座城市精神和物质的两极，游走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则是生活的艺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用缤纷多彩的铜器艺术将俗世生活升华为一种精湛的工艺，表达着对俗世生活的热爱和超越。民国《大同志稿》记载，大同虽非同区，而同制品向颇著称，尤以火锅为最。民间也流传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的说法，足见大同铜器的声名之盛。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时，周恩来总理将雕有九龙奋跃图案的铜火锅赠送给他，这颇有情趣的外交礼仪使大同铜火锅享誉四方。当铜匠街上的艺术家们用锤凿敲打出一曲曲金铁交鸣的交响曲时，广陵乡下的民间艺人们正在用剪刀进行着无声的创作，那边是流金溢彩的宴乐名器，这边是朴实无华的民间彩饰，
交相辉映出的是云中故地上大同人对生活的赤子之情。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人日》诗中对广陵剪纸赞赏有加，留下了镂金作胜传金俗，剪彩为人起劲风的生动技术。时值明清，广陵的民间艺人更是凭借独特的彩色剪纸技艺，融合当地发达的乡土戏曲，创造了飞升海内的戏曲剪纸艺术。一幅山西八大文化品牌巨型剪纸长卷，将窑庙、壶口瀑布、乔家大院等八个三晋大地上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长卷是广陵剪纸世家传人张多堂、张栋父子的作品。这种艺术血脉的传承，在2010年的世博会上呈现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山西宣传周期间，张多堂的剪纸技艺征服了各国的游客。每当贴上窗花，爆竹燃起，灵丘县锣锣腔剧团的演员们开始忙碌起来。锣锣腔表演形式活泼，唱腔优美动听，生活气息浓厚，是大同地区、河北部分地区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据清朝康熙年间戏剧家刘廷基《在园杂志》记载，进京且变益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至等而下之为梆子腔、乱弹腔、乌娘腔、唢呐腔、锣锣腔矣。愈曲愈悲，新奇迭出，终以昆腔为正音。由此可见，锣锣腔是由益阳腔演变而来的，其形成年代至少是在康熙年间以前，甚至在明代末年就流行一时。灵丘锣锣腔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剧目贴近生活，台词通俗易懂，说唱性强，乐队不拖腔伴奏，只在每个乐句尾音部分加入伴奏，过门之后即停，这对演员的表演功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演员必须具备能说能唱、即兴发挥的全面素养，同时要随时根据现场和剧情控制节奏和音量，由于没有伴奏，吐字也必须格外清晰。最有特色的是男角在尾句部分用高八度的假嗓耍腔，俗称背公音，反映出其中古老唱腔的痕迹。
人好处，你看这么的地多好。在大同，比锣锣腔更古老的剧种还有耍孩儿戏。耍孩儿又名可可腔，是大同地区观众所喜爱的地方剧种。它的唱腔独特，用喉音发声，当地人叫做后嗓子。这在全国数百个大小剧种中绝无仅有。这种唱腔声音从喉咙后部发出，凭声带挤压唱出哀怨悲苦之词，深沉中别有一番韵味。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咱们唱的那个耍孩儿，那牙子上唱的，那如果帕瓦罗蒂来看，能把他能气死，我告诉你。所以那是最独特的一种音乐。大约山西省的地方戏曲啊有70多种那保留下来的。为什么别的省就没有呢？就是我们整个这山西的北方地区呢，和各个民族他自己的喜爱，他的语言啊，他的风俗习惯，各个民族的融合，而且造就了整个这个文化它的多姿多彩和丰富多样，然后创造出他们的最独特的一种戏剧形式来。山西的交通闭塞啊，北面有衡山，东面有太行山，西面有吕梁山，下面有个黄河，它的保持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特别多。当地人相传，耍孩儿这种腔调是2000多年前的王昭君流传下来的。王昭君同匈奴单于和亲，一过雁门关，看到衰草连天，黄沙遍地，满目荒凉，怀念起亲人，遥望荒原，悲从中来，不由得连声慨叹，嗨声不已。他取出琵琶弦，弹出了一种特殊的悲腔，这就是耍孩儿。耍孩儿腔中所带着的哭音，唱腔中的一字三嗨，皆源于此。在耍孩儿的代表剧目《善坟》中，穿插了一段坟前的灯舞，为我们探求这种古老剧种的变化渊源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民间舞蹈，表演者可将灯附着在身体上，通过各种造型营造出不同的艺术氛围。耍孩儿剧中的这段灯舞，表演者用脚底托灯，另一只脚翩翩起舞，舒展自如，素雅袭人，观众仿佛进入一种飘渺灵动的仙界幻境。耍孩儿唱曲以正版和慢版为主，演员在固定曲牌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灵活的腔调变化。1992年，大同市耍孩儿剧团参加了文化部调研。舞台上，演员们悠扬独特的唱腔吸引了无数专家学者关注的目光，并荣获天下第一团的称号。我跟父亲在同一台演出，父亲扮演的是咱们耍孩儿剧团的传统戏，也是父亲的看家戏《金木鱼》高兰英，我呢扮演的山坟里小娘子。那时候特别小，好像就是每天就记得是练功，就是压腿呀、什么顶灯、探孩顶灯啦、扇子功啦、绸子功，
最后夫妻呢得了特别奖，我呢得了金奖。薛瑞红的父亲就是人称小飞罗面的耍孩儿名角薛国志。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薛国志的大胆改革，耍孩儿告别了有腔无字的历史，步入了字正腔圆、词调双美的艺术佳境，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的一方活化石。2006年，《广陵剪纸》《罗罗腔》《耍孩儿戏曲》一起列入了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同天下，天下大同，这是一座沟通四面八方的城市，一座文化交汇的城市，一座理想和现实碰撞的城市，一座融入苦难和辉煌的城市。华民族历史上的前哨重镇，纷繁而质朴，厚重而悠远，至今依然散发着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恒久的光辉。